界殿堂，那连你想象不到的未来。麻雀和乌鸦在无限斗界的世界里可是真正的顶尖高手，乌鸦今年竟然没有参赛。暗影乌鸦是不是在里面啊？主人，听候您的差遣。乌鸦，你真是 NPC 啊？主人，啊，你这 NPC 也太不值了，你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喂，快去帮我提交答案。主人，请您自行提交答案。主人，您并没有问我。笨点，你敢骂我？乌鸦，乌鸦，您的随行 NPC 程序已经损坏，我们已将其回收准备刷新。为此带来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我们将为您更换一款新的随行 NPC。你们两个的组合是我前所未见的。跟我这么冰雪聪明的人做搭档，有没有感觉到不幸？谁跟你是搭档？靠近点。这有水。开门。没情趣。求吻，求吻我就带你出去。你这么喜欢他，我怎么舍得虐他呢？等等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要刷新他了。这个游戏很危险，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出去。如果你输了呢？只要我们一次回答错误，我们就输了。我们已经要输了。变态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让他死吧。你有什么？我是麻雀，我会飞。乌鸦，我是说我真正的名字。不知道。